中午咱吃老面条吧。不吃。为啥不吃老面条？河南人不吃老面条，你想吃啥？吃蒸面。今天咱做茄顶面。茄顶面。茄顶面就是茄子跟番茄炒到一块儿，非常好吃。你说不吃？十里油焖咋做的？是啊。十里油焖。我一做饭就了。今儿我不吃了，你得吃了。请茄子去一下皮。把这个茄子切成小丁。腌制一下，出一下水分，用百宝刀的番茄烫一下它的调色的，茄子里面的水分已经出来了，然后用清水洗一下，茄子里边的水分抓出来，调色炒香，把番茄炒成糊，下入茄丁。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加一点生抽调个色，那比对吧，是不是吃个化油味儿的？吃面不了，不吃面条，不吃面条，做饭也做不了吃。爸爸，我让大人跟我滑梯去问。不是大人好喝的酒，可能像你那样热。忘了不吃。